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周。那欢迎收看我晋级赛的影片啊。那我这是 S 5赛季星耀2的晋级赛，你看一下，9401名。有声音吗？有啊，奇怪，我们听不到。代表我们又追回来了，很好，很好，我们的速度很快。你看，又追回来了。赶快，赶快！我们要晋级到星耀一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还要玩传说，希望我不会耽误到我玩传说的时间，不要玩一玩都12点了。先ban掉这张图，这张图太常出了，真的玩得很腻啊，真的是不想玩。没遇到被 ban 的亚特可以，2分01秒84记录，我们的记录是2分01秒，这是我们在拍晋级赛的时候破的记录。我就不管了，我就一定要抽到光电游侠，废物神车有没有？对废物来讲，这台车是非常好用的，后追刷成绩耶。其他车有这种功能吗？没有，其他车再怎么玩就是练图成绩。而且如果有一些大失误，你可以靠后追补完。输了，小票，留2颗，干什么？硬要撞欸，第5名，他们两个蛮近的，其实，在对抗的过程中，有可能会有一些蹭碰。这个对抗完全被那个干扰到，跟极光直接上来，我们第3名的车尾灯都看不见。哇，看起来这一场是凉了。因为我们直接最后一名，哇，05都最后一名，05有的时候还可以前3名，就是05居然最后一名，一定是对抗太少了，这局没有，完全没有对抗到，就直接冲不出去，他们就直接把我们海放了。这局我们输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对抗到啊，只要给我们对抗到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人跟一个人对抗，不对，我是说很多人的对抗。或是敌人在互相对抗，这种的对抗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。如果不是这种对抗呢，就是完全他们没有对抗，那我们就很凉。应该被龙门跟邱子宇，星星我这站有机会赢。其实龙门星村又被放 ban 了，哦，还好有哈比人可以玩，哈比人应该可以赢的吧？只要不要被撞、被乱、被打，冲不出去，基本上都可以赢。不要被撞、被乱，然后冲得出去就赢了。这张图失误点不多，
看这边就是被乱了。哇，这个漂移轨迹，本来我是甩尾漂移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刚那个绳子漂移啊。哇，大家都失误了，我们直接顺势上来了。我们用最稳的跑法，连进阶都不用。这边点了一个复位 ，CW 冲出去，目前第三名。OK， 我们靠被动，不卡气。要杀！这边超车，太极限了。这边还有对抗，万一有失误的话，还有可能对面的人还会上。没关系，第二名也可以啊，反正都是一个勾。这边还好，还好他们在跳那个跳台的时候，大家都失误了。哇，这个几率是非常的低耶，我。很少遇过大家都失误，最多一两个失误，我没看过大家都失误的，真的很惨。变灯海啊，灯海更容易输。看，好玩的土路被他们办光了。他们老喜欢办我喜欢的土，我不喜欢的他们放办，真的很奇怪。很奇怪的一个定律，不觉得吗？你们都不觉得自己想要办的土，永远都不会有人去办，啊，自己喜欢玩的土都被办掉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是怎样？他那个官方看到我喜欢，例如说我喜欢人鱼岛，他们都只要一出人鱼岛，都派那些有最讨厌人鱼岛的去ban人鱼岛，是吗？就跟官方找我去ban那个秋之物语是一样的意思。我觉得官方没那么无聊哎，可是电脑有可能很无聊啊。连续跑法，这样比较快吗？我很想问这个发明者，请问跑法发明者，请问这样有比较快吗？等一下可以少卡一点，不要急我。有，我外卡内，外卡内。这个弯可以用 CW 过比较快，因为这个我刚那个弯出不了 CW， 加速带的气，加速带的气可以双杀，好像是。哇，我被乱了。按到 WCW 我感这边一个叉叉叉勾叉，势必下一两局都要赢，下两局都要赢，这几率是非常的低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放弃这一次的晋级赛，可以直接放弃，越多勾还是越稳。没办法啊，第四名突然上来，本来我们是在稳居第三名，我们用了那个延续跑法，干，我不用延续跑法了。洛杉矶，我们也不是非常喜欢，但也不讨，现在可以赢啊，
可以赢不代表我喜欢啊，可以赢我会放 bet， 但是我不见得我喜欢这样子，懂吗？那、啊、什么两台都黄黄的啊，那衣服也黄的，车也黄的，那么黄。那个魔王出了，不过我还是把所有点券都砸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当初如果不去砸那个光电，我后来光电是补砸的，我是后来才砸的。我那个时候如果去砸魔王的话，其实，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，我可以是直接抽中永久的，其实。但是，因为魔王没有后缀，而且我魔王没改。废话，当初怎么改？那我光电也是花点券下去改的。科技点贵啊，哇！所以其实这样扣一扣，其实成本差不多。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我可能是比较冲动了一点。不对啊，那时候不是说11万吗？哦，原本有8万，现在还差4万，那不就是要花12万？好贵哦！早知道我应该直接抽魔了，对不对？只能说魔王转向也不好，是真的吗？直接放弃，完全。无心在玩这个上面了，太早快出了啦！魔王转向也不好，那这就其实没有什么优点赢这台车，因为有后追的话，它的速度是绝对超过魔王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这台车不强，说这台车不强的，他们一定都是冲在前面的，你信不信？所以后追对他们来说没有用啊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我就是非常需要后追。我就是需要后追啊，斜的没用。我上次已经有惨痛的教育了，机会教育。要换嘛，管他的，先换吧。我没有要换，我这样换是都要着装度比较低耶。我原本的头发着装度比较高。所以我现在已经晋级失败了。欸，没有啦，我只差2万啦，我寄到陆府去了，因为陆府也在抽车，我那个有点记性模糊，2万还差2万，欸，对啊，所以差不多11万没错，欸，我被追嘞，欸，因为我每天步数都8步，天龙8步，还是要玩道具，玩道具好了，我觉得我竞速出来的图。我都不喜欢。不要玫瑰之恋，很好。这张图我如果玩这张，哎，这张图是任务图啊，所以我就过任务，然后赢了就可以直接进营回去。十四漂移很简单吧？如果我那是什么双喷哦，双喷比较难，因为道具赛不太会双喷，不是平跑就是快出单喷，没有人那个道具赛在刻意去搞双喷，除非他有氮气用 C 到 W， 只是飘远点单吗？这样算一次吗？两次，三次。四四五四，这样很简单啊。六四，耶！我的车身小，所以我吃到那个道具。不对啊，车身小怎么会吃道具？哎，我队友一直在顶我屁股，哎，
为什么他要顶我屁股？我数到几次我忘了。Take it ball 啦 ，Take it ball。被挡一个进阶贴边吃内侧的道具，我们就是专门给第二名护盾，就这么简单。哇哇哇哇！干！干你了！妈的，干！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干！我去！妈的，我去挖宝！挖宝挖到几点啊？是不是到十一点啊？我赶快挖！赶快！我为了点券，为了点券啊！铲子我有的是，我不怕没铲子，怕时间不够挖。会不会挖到一半宝箱突然不见了？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是在拍晋级赛影片，还是在拍那个挖宝影片？你们不想看就快转吧。赶快，赚点券哦！互动动作也可以赚十个点券，我觉得我现在好穷哦。耶！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在游戏里面。这句话补的真的是很，在游戏里面啊，现实没有。现实没有，真笑死！我们还有一分钟可以挖吧？还是挖到可以挖到十二点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可以挖到几点。啊，真情侣，办一个小账就可以当情侣了，多那个简便。呀，干，一个没挖到。哦，不对，两个，因为还有一个躲在那边，干，太晚来挖了啦，干你的。其实也挖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但点券顶多二三十个了不起。什么烂东西啦，干，科技点，不抽啊，魔王不抽，这台来不及啊，先把光电抽起来吧。光电抽起来，再等我再存一次八万，好像后来的车不会像那个光电那么贵了。光电是最贵的 A 那个点券 A 车吧？在强者的眼里，光电是个没有用的车，但是在我眼里，这个车非常的有用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有用，不是光电，我的十一层跑不到两分十六；不是光电，我的法兰西跑不到一分三十二。不是光电，我的秋名山跑不到一分二十九。这是车的问题，那不了再刻一个勋章车不就得了？一两百块，任务我一定解得完。当然补习后可能有变数，我目前是还没有补习。
不信你还可以躲掉。我靠，他真的躲掉两个，我不是丢一个酷比的那个一个那个吗？导弹的吗？总算中了哈！干，炸空气！妈的，我一直被炸，然后我还炸不到人，有飞弹还炸不到人。我觉得叫火箭不是很好听，为什么他们都叫飞弹？他们都这样叫，搞得我不得不这样叫。我不管，我也想开一个。我落后太多，一堆磁铁帮不到队友。磁铁如果超反超的话，就会变成一种阻碍，所以还是不要吸太靠近的人比较好。这一个植物直接冲出来，然后我没道具，耶！耶！哎，这张图好像是任务图哎。所以我应该可以回去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回去了吗？我那个龙卷风卷的真好，还一次两个、啊。对，我回去了，太棒了！开启晋级赛，每次看我的晋级赛里面，你都会觉得相当冗长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上一次还分到五级耶。我他妈人生第一次晋级赛打了五级的时间呢，一级40分钟，五级200分钟，三个多小时。那、啊、有些级是30分钟的，那就算三个小时整了，干你的！妈的嘞，干！哎、欸，我有那个，我说上次那个说星耀二的道具好友，他打到车神了。他的场次数量是我的两倍，胜率47啊！不是我爆他，不是我暴露他，这我觉得很佩服这样的那个、欸、道具赛的时间本来就比竞速还要长了，他还花了两倍的时间，所以说一直在玩，一直在玩，而且玩道具，我觉得要我这样玩我也会腻，这是标准的道具玩家，他的竞速场次是零、欸、我觉得真的很佩服。我目前唯一一个车神好友，不对啊，这不是道具啊，我没有段位。没关系，这边可以补气，延续。咦，我的进阶，我的进阶被后面的车子顶坏了，赔钱。我要想延，还想延续啊，根本延不到、啊。我已经被那个道具赛的魅力给感染了。这么乱玩吗？这场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我们是后追车。干你的太快了！干后追，有没有这样的长度也可以后追？弹射。其实我应该跳 game， 跳 game 一定是更最快的跑法。干，这是投票，调整车头，太贴。就说要退，就说要跳了，你妈的不跳，浪费时间。前面一个叉，4场要赢3场，我觉得第一场叉真的压力会很大，因为你4场要赢3场，干，被作图，哦，还好11场有人背，
吓死！英伦古堡，哎、欸，我快要破一千嘞，982，我的赛道阵容都荒废了，我赛道阵容没有打，我这礼拜一打了一次，后来都不打了，我不关心名次啊，那名次怎么掉随便你，快笑死！英伦古堡，好久有点久没玩这张图，昨天好像没玩到。连氮气都算进去了，我是说我手要按的次数，我不是说我延到的氮气次数哦，这是我跟小草不一样的算法。很贴，很贴，很贴，延到了，延到了。群躺分仔想要走右边，你要当兵的你可能，你妈的就开很慢，我还去多卡了气，就是想要打那些躺分仔，不要让那些躺分仔过得太快。哎，我差点以为我要飞不过去了。加速带气我觉得是可以断，没有，你知道加速带也是可以加速带延续的，知道加速带是可以延续的，只是因为延续的速度不快，所以你没有感觉。因为加速带延续也有加速带延续的声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说我按手指按的次数，我没有说六是延到了，我知道六一定延不到啊。三场要赢两场，等一下，有点跟上一次的回忆有点像，上一次也是这样，上一次晋级赛，上一轮啊，上一次应该是指星耀二，这星星火车站怎么这一次一直出来啊？我就不见他有这么常出来。龙门新村都没那么常出来了，哇！你看，你看有没有喜欢的被 ban 了？好险，怎么直接绕过去？美洲，哇，好狠啊！不过我喜欢 ，I like it。美洲能赢啦，胜率60%左右。本来在听音乐，但是我想说，我刚好玩极速嘛，想说边听音乐边玩极速好了，干！我要拍晋级战影片。你知道拍晋级赛影片，我就等于这样，其实也蛮浪费时间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那听歌也不行，就是只能一直打晋级赛，一直打晋级赛。那还没有人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要坚持拍这个系列，凑影片数吧，让我感觉我好像还是有在做事的感觉。不要挡啊，妈的！你看一下我这漂移轨迹就被撞了，第二次是真的失误。记得 ID 侧身小喷小飘，没有 W 停止，再飘一次，干你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游戏了。现在我不要让它抬起来，所以干脆省一颗气。干，我这又被撞没了。哦，还可以打。这张图失误点很多，可是你们不要挡我！哎呦，干，挡啥啦？干你的，傻小啦，别挡傻小，干，傻小啊！不要挡了，冲不出去都你们害的。看，
个挡三小。打个差点害我输了。哎，妈的！被挡真的很不舒服。我终于懂为什么他们有那些人硬要冲出去了。妈的，而且他们挡就算了哈，还两个人一起挡，两个人一起挡就算了，你他妈还在一个最小的地图。路最小的地图，妈的！不要洛杉矶，很好，要不啊？两场里面只要一场，那就没有这种感觉，就很舒服。两场只要一场赢就好了。目前是叉勾勾，两叉，两勾一叉，很过意思。刚直接崩溃，一个炸裂，我们直接一个暴气，还好赢了。那个第三名失误了，所以我上来。真的很扯欸，我被挡一大段路欸，被挡超久的。他们为什么会有一明明就是开氮气的点，为什么他们不开氮气？完了，要被挡。有一堆很爱拿屁股顶 ，God， 我觉得我冲不出去会有一个循环，叫冲不出去二进去。然后自己看一下，冲不出去，后遗症。冲不出去后遗症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一个磁铁吸过去？冲不出去后遗症啊！我只要冲不出去，然后还是被撞停的那种。你看我这直接被顶，那个墙我直接被顶，冲不出去嘛，就很不爽。我就接下来就会一直失误，心态炸裂啦！魔王嘛，知道啦，不要告诉我是那个红点。已经这集33分钟。自己的长度范围应该是还可以忍受了吧，自己应该不会很长。啊，直接晋级成功了，不要再拖台前了。把洛杉矶跟奇兵法兰西给我办掉，耶，干得好！哎，来血池了，血池之战啊！我们刚刚那局没有熟练度吧，因为我们跳 game， 没有直接跳 game。妈的不爽！我不爽，我未完赛。我那局不是未完赛，是我跳 game 了，不爽啊！雪地大冒险第5名。雪地大冒险那个粪土。要撞，让我出去。我知道我是后追车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出去。五秒啊，刷图，干嘛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？刚靠冲到，先点漂一下，接下来再点漂一下。路虎现在单机也学不上。
是有写那个成绩。如果那个是在刚那边的话，会写但谦虚成绩，应该会很爽。好，影片慢慢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帮我按个赞，订阅一下。哇、哦，刷记录了，耶、yeah ！这样也可以刷记录，牛逼！三个人才三个人完赛，哇、哦，这次好快哦，这次的进度有没有？晋级赛一集就结束了，不错不错。耶、yeah ，帅啦！好，影片慢慢结束，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，帮我点个赞，订阅一下哦，拜拜。